OK， 今天是民国104年10月19，今天是20。OK， 来，你们是哪一班？104班。OK， 这里是哪里？英语村。这是什么学校？二零高中。OK。Hello。嗨。Hello。嗨，热情一点。Hello。嗨。嗨。美女这么认真，说声嗨。Hello。换你们了。嗨。哎，你没跟我说嗨。嗨。挥挥手嘛。嗨。Hello。Hello， 帅哥，没有带还不给我热情一点？你好。哇、oh, ，对，没有带就是要像这样。Hi。Hello。哎。Hi。你也没带耶。Hi。Hi。Hi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什么老师好？OK。Hi。刚刚谁最吵？自己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。啊？Boy. 好，这段影片我要传给你们老师看。阿姨，阿姨，好，你是传给我讲话。请问一下，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呢？鬼屋。什么鬼屋？公司的 house。公自己的。大鬼屋还是小鬼屋？小鬼屋。哦、oh, ，你们做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还好还是还不错。还不错，男生怎么会这么有自信呢？你觉得你做得很棒的举手。你觉得你的作品很棒的举手。还没做完，还没做完。OK， 但有人已经举手了耶。他就说把它踢一踢而已。OK。好，来，大家跟我说拜拜。拜拜。